这样吧，这里的菠萝饭还不错，要不要点一份？菠萝饭特别好吃。服务员。 季先生，你平时工作很忙吧？来，季寒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还好，但是偶尔也会去放松一下。你尝尝这个白灼菜心。谢谢。季，小寒，画了一天的画可累了。来，喂，这可是麻婆豆腐。没关系，你看，你今天为了我被主人骂了，我是不是得好好对，对吧？哎。 林然，多吃一点。是啊。今天怎么了？我去上个洗手间。喂，给我个解释。我没有必要事事向你汇报吧？你可别忘了，咱们现在可是男女朋友。 你为什么会和那女孩吃饭？我就为什么会和静子川吃饭？而且，我们两个的关系是假的。我那可以解释，我们是……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谁啊？林然，你爷爷，我出来了，你在哪呢？我要跟你单挑。我在流星餐厅呢，来呗。你等着，谁跑谁孙子。 让你久等了，哎，尝尝这个。好，你也吃点。林然，这个姐姐就是你喜欢的人吧？你说我女朋友？林然，林然，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小人，竟然在我哥面前阴我！今天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你想怎么算？ 你先上去。哥，林然他是故意的，他肯定是故意的。先上去。唐小姐，事出突然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理解。先去忙吧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 走了，我好不容易把静子川弄走，他一声不吭就走了。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我看他刚刚吃醋了，你还不去追他？吃醋？嗯。我，哎，好兄弟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。 说好一起请客，你居然给我下套！说吧，你到底收人家多少好处，卖我卖的这么爽快？我这不是给姐妹制造机会吗？
再说了，虽然你跟林然绑定了，也不能妨碍你认识别的男人啊，是不是？别跟我提林然，提起他我就来气。有酒吗？姐，有话好好说，没必要喝酒。跳窗逃跑，打扰用餐，扣二十分。你现在已经扣了140分，怎么一点都不愧疚？真的吗？负140了，我之前负280呢。 做事有条理，加10分。心理学专业可以保障孩子成长的心理健康，加10分。没有一般女孩的矫情，知情识趣，加20分。虽然唐薇薇的朋友和弟弟都有点奇怪。 像什么？像林然吃醋了，故意气他。他吃醋，他吃什么醋？我倒还没吃。哎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也吃醋了是不是？我好像是说我还没吃饭。哦，这样子啊。林然那小子心里想什么？你不是看他微表情就知道吗？ 眼稍向右，他在说谎，摸鼻子，他在心虚，是不是这样？嗯，你瞎说什么呀？他就是个弟弟。哦，口是心非。不过照我看啊，林然顶多算个考察对象，你呢也别那么快把进子川三阵出局。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？竹马打不过天将，万一你和林然不能在一起了，是不是还得有个备用选项？是不是？他我跟你说啊，真的，你要是不能跟他在一起，你还可以有别的选择，是不是？ 唐薇薇，朕就大发慈悲的，原谅你。臭小子！喂，你还好意思打电话？唐薇薇是不是在你家？在我家呢。 进来吧。哎，等等，看在我们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，我提醒你一句，我们家薇薇可不是没人要的。你要是再敢惹她生气，我就取消你备胎资格，懂不懂啊？我知道了。我要睡觉了，在里面。 空下少年乘着帆，推着纸画浮上岸。
青梅这一只小船，随波逐流星月追赶，悄悄谈驶过秘密的夜晚，微风止不住的愿望，星河滚烫你是理想，激动在心间隐藏，写成情书两三行，思念都印在云上。走过春光，走过夏日潺潺，听爱的声响，我穿过花海与你相望，结果是梦醒一场。我心里想的那句话，明知道没必要。不喜欢林然，为什么不喜欢？不管，反正你梦里有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不是重点。你昨天为什么说你不喜欢我？啊！你昨天明明都吃醋了，但却说不喜欢我，为什么？你有病吧？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因为你太吵了。我清醒到现在，你安静过一秒吗？那是不是我闭上嘴就喜欢我了？才不是。那你可不要后悔啊。我有什么可后悔的？找死啊！赶紧给我撤了他！晚了。叔叔呢？虽然嘴上说不要，但其实他特别支持我们，还说周二孕检，让我请假陪你去。孕检你个头啊！滚开！为什么不喜欢我啊？哎，为什么不喜欢我啊？